上不得不二位将军，主公让你们赶紧过去啊！哎，你什么事？夏侯惇亲率大军朝新野城杀过来了。来了好啊，啊，总算把他们给盼来了啊！你去告诉大哥，叫那孔明去迎敌呀。这大敌当前，你们这是为何呀？快去啊！哎呀！三弟，来来，二弟三弟，曹军已经逼近樊城了，你们还在吃喝，快快整军准备迎敌。哎，哥呀，我有一计，定可退敌。你也有计？有啊，有啊，只是大哥从不问计于我，啊，我面子薄，嘿嘿嘿，又不好意思说。你且说来。大哥使水去啊？水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大哥是鱼，那孔明是水啊。现在曹军来了。你快快使水出战，让他水淹三军呐！哎呦，大哥，哥，大哥！哎呀，志赖孔明，永续二弟。我没工夫跟你们开玩笑，快快整军。三弟，罢了罢了，快取兵器。哎，命苦啊，命苦啊！这大敌当前，兄长才想起还有俩兄弟。哎，命苦啊！孔明啊，云长和翼德都是傲视天下的悍将，你需在此战中建立威望，方能够镇住他们。明白。我有一事，请主公将佩剑兵符借我十日，
否则我可使不动两位将军。孔明，时日够吗？足够。好。孔明啊，你需谨记，兵符剑印都在你手上，我也得听命。主公放心。关将军，张将军，军师传众将登堂听令了。这孔明真是要指挥我们作战了。不才呢，我们自个儿率军上去就是了。那可不行，军令如山，我们还是前去听听他胡说些什么。走。曹军来犯，大战将至，诸将定要遵奉军师军令，违者依法从事。遵令。曹兵进军，必须路经博望坡，博望其左有山名曰玉山，其右有陵名曰安陵，山洼与陵间皆可伏兵。关羽听令。你引一千劲旅前往玉山埋伏，待曹军至，必须放他们过，其粮草辎重定在军后，但见南面火起，你即率军杀出，交战之时不可贪恋斩获，首先焚烧尽粮草，起火也可阻断曹军的退路。知道了。张飞听令。着你引一千劲旅在安陵之后埋伏，但见南面火起，即率军杀出，直奔博望城。你才不是说过曹军在博望坡吗？你叫我进城干什么？真是前言不搭后语。博望坡是曹军进军之地，博望城则是曹军驻军之所，其粮草军械地屯于城中，令你纵火焚烧。关平听令。末将在。你率500将士携带引火之物，在博望城后等候，待张飞军至即可纵火。领命。糜芳听令。在。你速去樊城召回赵云，令其率军为前部，与曹军交战之时，只可败不许胜。遵命。主公。刘备在。请主公率3000铁骑督战，并担任后援。遵命。请问军师，我们大家都出去杀敌了，你做什么呀？我嘛，镇守城关。哎呀，我们在外面拼命，你却在这里坐地喝茶，好自在啊。主公剑印皆赋予我，抗命者斩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抗命者斩。众位将军，按我刚才的分派，速速行事。遵命。且照他说的做，我不应验，回来再算账。也罢。主公。孔明啊，你有把握吗？请主公放心，
主公今日便可去博望山下屯军，明日黄昏曹军必到，到那时主公叫弃营而逃，逃得越狼狈越好，但见南面火起，回军掩杀。好，忘了告诉简雍孙乾了，让他们提前准备好庆功酒宴，并安排功劳簿侍候着。军师啊，尚未开战就准备庆功宴？提前准备嘛，免得到时不及。好。叔，公子，公子，荆州出什么事了？父亲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我几次探望都被蔡氏挡下，我已经十几天见不到父亲面了。这个蔡瑁究竟想干什么？蔡瑁和秦某整日关起门来密谋，蔡氏诸兄弟也全部到了荆州，他们必有不轨之举啊。皇叔，形势堪危，我在城中孤独无靠，无兵无勇，请皇叔设法救我。起来。贤侄啊，操军将至，我这就要前去迎敌，再说论智谋我也远不及孔明，这样你马上去找孔明，他定有妙计相救啊。我已经找过他了，可他说我们是科居荆州，绝不介入荆州内部之争。孔明如不愿涉及，你也可以逼他出主意啊。这如何逼？你呀，这样，刘公子，先生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。公子府绝非寒舍，区区在下也没法令其生辉。无论如何，先生能到敝府来，在下莫大欣慰。公子招在下来，在下不敢不来，只是在下有言在先，如若谈及令尊病况或者荆州争储夺位之事，在下不敢善意，只能立刻就走，请公子多多见谅。不谈不谈，我请先生来只是想让先生观看一部上古兵书，并请教其中不解之处。哦，如此便好说了。先生请。好。请问公子是哪部兵书啊？六合阵法。六合阵法？不可能吧，这部兵书早在世上绝迹500多年，风闻他被楚襄王埋于坟中，为他的父亲殉葬了，真是可惜啊。公子你莫要诓我啊。不错，六合阵法确实埋进楚王墓里了，但这几百年下来，会不会被盗墓人挖出，又会不会流落在街巷书肆，更会不会被某位贵公子以千金购得之后珍藏于高楼危阁啊。哦，公子你真有这本书吗？六合阵法就藏于此楼中。哦，我一直秘不示人，但我读来读去如读天书，无奈只好问先生一声，愿意赐教否？愿意愿意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见这本书了呢。快请公子带我前去。啊，请上楼。上楼？呵呵，在下不才却有缘分，今日就要大饱眼福了。先生慢行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好。
这便是六合阵法。精妙，精妙，匪夷所思啊！先生，公子，你这是蔡瑁与姬母合谋想害我，请先生设法救我。在下有言在先，若谈及令尊病况，或者荆州争储夺位等事，在下善不敢意，只会即刻离去。先生如不肯舍弃相救，我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哎呀，公子，你听我言。我主公承刘鼎生厚恩，方能暂住星野。我若干涉荆州嫡庶之争，不是给我主公惹祸吗？不敢，断断不敢呐！此处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有话出先生之口，汝留其之耳。世上再无一人知道。非也，人世间没有任何事能够永久期满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先生啊！先生如不肯舍弃相救，我情愿坠楼身死，也是我被蔡瑁所杀。而且我坠楼之后，先生你也别想再下去了。哎呀，这部六合阵法封送给先生了。多谢公子，我已经不需要它。六合阵法全篇3200余字，我早已烂熟于心。我可以背给你听听。第一卷，心阵。开篇便是：阵法源于心法，以心法御阵法，以无形御有形，犹如蛟龙御凤。先生救我！公子请起。我且问你，刘景生已不能亲政，荆州军政大权早已尽握蔡瑁手中，是吗？是。蔡瑁名为上将，其实蠢如屠夫，你想要在他手中找一条活路，其实简单的很。请先生指教。公子切记，但凡你要对付某个人，首先要弄清楚他最要得到什么。蔡瑁想独霸荆州，这是自然。还有呢？他想杀我。心里是想，但是还没有做。因为你是刘景生的长世子，杀了你会引起刘表旧部的反抗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动手杀你。除此之外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蔡瑁最希望的并不是杀你，他首先要把你逼离荆州，然后再寻机杀你，因为你是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虽然公子在荆州日夜不安，可蔡瑁他更不安。特别是刘表临终托孤时，他最希望公子能不在场，如此他便能发布矫诏，谎称主公下令让次子刘琮承继大位。公子啊，如果你想活命，那便随了蔡瑁所愿吧，离开荆州，请命驻守江夏。我岂能坐视蔡瑁篡逆啊？公子留在荆州对大局毫无相助，只会是束手待毙。江夏是荆襄的重镇，那里驻军80000，粮草军械更是多得不以胜计。你驻守江夏，反可以虎视荆州。蔡瑁若敢妄动，他便要有所顾忌，这便是遥相辉映，以远致近之策。谢先生指教。
好了，公子，请起吧。公子啊，现在能否把云梯拿来？我也该回去了。博望坡的战事，我估计打得差不多了。先生这边请。啊！先生，军师啊，二位将军辛苦了。先生真乃天人啊，用兵如神。关某此次出战，所到之处，曹兵正像先生所料的那样，就连出入也分毫不差。先生，俺张飞在这里先要向你赔个不是啊！我这回是杀敌两千，破敌上万呐。都要拜先生之功啊！在下为了让二位将军听令，不得不借用主公硬件来震慑二位将军的虎威啊！得罪，得罪。岂敢，岂敢！在下虽建为军师，却才薄智弱，今后还盼二位将军多多照应。哎，先生放心，以后军师但有军令，俺张飞是无有不遵的。将军如此说，在下心里甚为感激。孙乾已备好庆功酒宴，二位将军请。好。走，请。要随我们一块儿去。啊，张飞要好好敬军师几碗酒。主公啊，夏侯惇兵败之后，曹操必会亲率大军前来征讨，新野小城终是难以抵抗强敌呀。军师有何善策呀？有是有，就怕主公不用。你且说。刘表病重，荆州旦夕之时定会发生天大变故。主公如果能取荆州立足，那就不惧曹操。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，就是让我取荆州不成。刘景升是我皇兄啊，我受他厚恩，岂能趁他危难时夺了他的基业？在下早就说过，主公若不去，曹操就会去。荆襄九郡关系到主公盛衰甚至存亡，请主公三思。孔明，我一生以仁义为本，这就是我与曹操最大的区别。不义之举，我是宁死不为的。主公，荆州来使求见。快招进来。诺。刘皇叔，刘皇叔，我家主公沉起就吐血不止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主公，请你去一趟。我马上就去。哦，等等，你先去吃杯茶，容我主公更衣。谢皇叔。主公，此去荆州有危险。景升兄病重，纵然有天大的危险，我也得去啊。那就带上赵云，率300甲士护驾，令赵云片刻不离左右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此外，我估计刘表可能会临终托孤，如果他把荆州托付于你，请主公万勿推辞，务必接下。不，刘表如果死了，主公为何还不去荆州？刘表不在，刘琦还在，子承父业，他应该是荆州之主。景升兄啊，景升兄，贤弟来了。景升兄，刘琦呢？刘琦为何还不来呀？禀主公，在下已派人飞马传命，江夏路远，到此总得数日啊。因为接下去吧。遵命。
都下去。贤弟，贤弟，我已病入膏肓，将不久于人世了。明公万万不可这么说，待到明年春暖花开时，定会好起来。我好不到那时候了。你听着，在我养病的日子里，思来想去，终觉刘琦、刘崇两个儿子都无生大才，臣夫妻倾向九军这么大的天下，我死后，贤弟，你可自领荆州？万万不可！在下万万不敢从命。这，蔡中蔡和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进城？主公有令，要公子驻守江夏，公子不应该擅离职守。我得报，父亲病重。快快开城，让我探望父亲。这是谣传，公子怎能轻信？如果主公病危，我们就更应该封城戒严了。公子，快回江夏去吧，出了什么差错，我们可担当不起啊。你们蔡氏家族心怀不轨，想夺我父亲荆州。公子这么说话，就是在侮辱我们蔡氏上下。如果你再不走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快快离去。荆州之主，在下定会尽忠夜长，辅佐刘琦。这我早就想过了，即使刘琦做了荆州之主，他也是徒有虚名，难保大业啊。陛下，一个弱主坐镇偌大的荆州，会引来什么？引来虎狼垂涎，引来强敌窥测呀。别人不说，曹操他就会抢先下手。以先帝的雄才大略，没有轻易接下荆州，一遇强敌。先帝日后善待我的妻儿老小，如此非但是荆州之幸，
也是我刘氏之幸啊。禀兄台，在下无论身在何处，都会视两位公子如骨肉的。只是刘备断不敢趁君之危去荆州自待呀。你不，主公，少计探报，曹操亲自率领500,000大军向荆州开来，现在距新野已不足80里。主公，赶紧回新野吧。明公，曹操来犯，在下必须告辞了。贤弟，切记我说的话。在下谨记。平安回来极好。两个时辰前，曹操攻下了樊城，败军将士已被关张二将收入新野。我估计曹操明日便会向新野发兵。这么快竟连樊城都失了？是快，曹操率500,000大军出征，还能有这么快的进军速度，足见曹操旗帜就是要鲸吞荆襄。据败兵所报，曹操此次带来了很多新型的攻城兵器，以我军的力量，新野估计是保不住了。你意如何？主公，刘表有没有把荆州托付给你？他确实想让我提领荆州，但是我拒绝了。我请刘表立刘琦为荆州之主，我会忠心辅助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哎呀，快走吧，逃命啊！快跑！主公，我们急切需要一座坚城立足。需要是需要，但不必再惦记荆州了。军师既然料到我会据领荆州，总该想好下一步方略了吧？当然，放弃新野，退守江夏。弃城？除此之外别无他途。刘琦驻军江夏，那里城防坚实，粮草兵器充足，刘公子又对我们感情深厚，我们只有立足江夏，与刘琦合兵，才能与曹操周旋，以待时变。好吧，放弃新野，移军江夏。不过军师，你难道不想与曹操一战吗？就这么走了吗？这个请主公放心，我上次一把大火烧了夏侯惇大半兵马，曹操必然会将夏侯惇痛骂一顿，但曹操这次亲自来了，我也要让他再吃一把火烧。好，那就请军师即刻用兵吧。遵命。关将军，你引3000军士到白河上游埋伏，每位将士必须带一条布袋，装入沙土，遏制白河水。明日三更听见下游人喊马嘶，便取出沙袋放水，是时你顺水追沙。领命。不过军师，仓促之间你让我上哪儿去找这3000条布袋啊？关将军，5天前军师已经让我准备好了3000布袋，全部堆放在南城门前了，你领兵出城时顺手可得。领命。张将军。在。你引3000军士到柏林渡口埋伏，那里水势最缓，曹军被淹之后必从柏林渡逃难，是时你趁势攻杀。遵命。子龙，你也引3000军士分为4队，你亲自领一队埋伏于新野东门，其余3队分别布于西南北3门。曹军入城后必会入民居安歇，我已令糜芳在房梁上布满了硫磺硝炭，明日黄昏曹军造饭时会起大风，你但见风起就命4门将士一同往城内射入火箭，
见到城中大火冲天时，西南北三门将士摇旗呐喊做围攻声势，只留东门放曹军出走。遵命。关平、刘峰听令。在。在。你二人率两千军士，一半执红旗，一半执青旗，埋伏于新野城外雀尾坡。曹军败军奔来时，红旗军在左，青旗军在右，摇旗鼓噪，曹军必生疑惑，不敢出兵，必会向白河方向撤军。是时你们率军追杀，把曹军赶往柏林渡。领命。领命。听军师用兵布阵，如同听一场大戏，明日定然会有好戏可看。主公啊，明日之战曹军必败，但也只是为我们争取撤军的时间，并不能将曹操500,000大军击溃，所以新野还是要弃，江夏还是要去。这一节我明白。主公，有件为难事，明天大战之后新野就是一片废墟了，城里的180,000百姓怎么办啊？对呀，对呀，我们把民房都烧了，百姓们无处容身啊。因此军师决定把我们的粮草金钱全部分发给百姓，让他们迁到别的郡县去。该当如此，甚好，该当如此啊。可百姓不愿意，百姓说了，刘皇叔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，只要跟定刘皇叔，我们就有好日子过。好，好啊，民心可依，赶紧张出告示，城中所有百姓跟我一起迁往江夏。这主公恕我直言，携百姓远征是万万不可的。此去江夏280多里，180,000百姓扶老携幼，每日能行多少？不到30里。假如曹军铁骑追杀，那我们与百姓都会玉石俱焚。听令，带上百姓一块走。如遇战事，百姓可以弃我而走，我绝不会抛弃百姓。主公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军师不必再劝。宁可百姓弃我，我绝不弃百姓。主公果然是非常之主啊。我等商议已定，奉主公一命，拜公子刘琮为荆州之主。拜见少主公。舅父，父亲刚刚去世，曹操大军压境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少主公，你觉得自己的恩威才智比曹操如何呢？万万不如也。那我荆州的兵马又比曹操如何呢？也不如他。少主公明鉴呢、啊、当下之际唯有归降曹操，方能保得荆襄平安，否则战端一开，山河俱碎，玉石俱焚，不但祖业难保，就连少主公的性命，末将万万不敢多言。我刘氏的百年基业，就要这样拱手让给曹操吗？不是让给曹操，而是回归朝廷。大汉难道不是刘氏天下吗？曹操只不过是朝廷一个丞相，而那位与少主公同宗的刘氏天子，才是大汉之主啊。母亲，你看。蔡瑁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归顺朝廷以后，
刘琮仍做荆州刺史，让我儿世世代代提领荆襄九郡。禀少主公夫人，半个月前我已将此意通报给曹丞相了。如何？曹丞相当着我的面对天立誓，他完全同意，永不食言。琮儿，那我们就归顺朝廷吧。刘琮率荆襄九郡所有文武官民归顺朝廷，请丞相接印。本相奉天子诏，敕封刘琮为荆州刺史、襄阳侯，世袭罔替，永远提领荆襄九郡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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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刘琮接印。盛开早欢笑。